欢迎大家收看了《AI 简报》。欢迎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牛市即将变成泡沫吗？时尚出版巨头将从 Reddit 上市中获得高达十四亿美元的收益。驱动 ChatGPT 的人工智能将如何进入现实世界？Reddit 在股票销售中的估值目标为六十四亿美元。以下是 Reddit 计划在上市时定价股票的方式。请大家收看：牛市即将变成泡沫吗？经济学人。 最近股市的飙升引发了对另一个泡沫的猜测，让人想起了上世纪九零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然而，分析师们认为，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出现狂热，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出现狂热或疯狂的迹象。标普五零零指数中排名前十的股票估值被认为是昂贵的，但并不是极端的。基金经理的现金持有量也并不异常低。此外，零售投资者并没有像二零二一年那样。 涌入科技基金和民营股票泡沫的迹象包括收益在市场中更广泛的传播，首次公开募股 IPO 激增，投资者愿意押注风险更高的小公司。当前牛市中缺乏 IPO 活动令人困惑，可能表明公司高管比投资者更加谨慎。另一个泡沫即将破裂的迹象是，一些市场上较为悲观的声音被解雇。更便宜的债务也可能助长泡沫，因为借款人向高收益企业借贷。 时尚出版巨头将从 Reddit 上市中获得高达十四亿美元的收益。英国每日电讯，Advance Publications 拥有康泰纳仕、康吉纳斯的公司，将从即将上市的社交媒体公司 Reddit 获得十四亿美元的现金注资。Newhouse 家族拥有 Advance 的百分之三十点一的股份。Reddit 首次公开募股定价目标为六十四亿美元。Advance 于二零零六年以一千万美元收购了 Reddit 体签。 Reddit 于十月六日开始了投资者路演，并预计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预期股价。该公司拥有七千三百万日活跃用户，并在去年通过广告获得了八点零四亿美元的收入。驱动 ChatGPT 的人工智能将如何进入现实世界？《纽约时报》。c a v e r i n 是由三位前 OpenAI 研究员创立的机器人技术初创公司。 他们正在利用聊天机器人背后的技术开发方法来创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导航的人工智能技术。该公司专注于开发能够在仓库和分销中心中拾取、移动和分类物品的机器人。该技术还是机器人对英语具有广泛的理解能力，使人们可以与他们进行对话互动，类似于聊天机器人和图像生成器。这种机器人技术通过分析大量的数字数据来学习技能。 尽管该技术仍在开发中，但它清楚地表明，在聊天机器人和图像生成器中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将驱动各种真实世界应用中的机器。Reddit 在股票销售中的估值目标为六十四亿美元。BBC Reddit 在下周上市时，寻求估值高达六十四亿美元。该公司从未盈利，计划以每股三十一至三十四美元的价格出售2千0百万股。 其中一部分股份将保留给 Reddit 用户和版主。Reddit 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在线论坛，用户可以在上面发布问题，并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评论。该公司通过平台上的广告赚取大部分收入，去年录得超过九千万美元的亏损。IPO 引发了用户的担忧，认为它将对该网站产生负面影响。以下是 Reddit 计划在上市时定价股票的方式。 CN r e i d 宣布，预计在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每股定价在三十一美元至三十四美元之间。这家社交媒体公司计划发行二千二百万股类股票，可能筹集高达七点四八亿美元。Reed 计划从 IPO 中获得约四五亿美元的收益。该公司寻求六十四亿美元的估值，低于其上一轮融资时的一百亿美元估值。 Reddit IPO 可能成为整个 IPO 市场的一个指标，以及投资者对无利润公司的兴趣。该公司在2023年报告了9080万美元的净亏损。百度 CEO 声称在聊天 GPT 方面具有人工智能优势。中国古代诗歌。南华早报：百度的 e r n i t 人工智能模型在生成中国文本方面表现优于美国同行的类似模型，包括 OpenAI 的 g p t 四。 这是百度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的。李彦宏补充说，二零四可以使用中国古代诗歌的吟诵方式创作诗歌，而其他大型语言模型会困惑。百度的二零八去年拥有超过一亿用户，它使用的是二零四模型。凯特和威廉做出了两个选择，将他们的公关噩梦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澳洲 ABC c。 肯辛顿宫发布的一张照片旨在打消有关凯特王妃健康问题的谣言，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审查。这张照片节当天发布，是自圣诞节以来首次看到凯特王妃的样子。然而，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可靠国际媒体机构在发现这张照片被篡改后撤回了它。这一事件给皇室家族的声誉造成了损害，批评者对他们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温莎王朝有着一系列编辑不当的照片的历史。最近一张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的照片也引起了争议。这一事件凸显了皇室自己的叙述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和数字篡改的时代。阿布扎比目标为人工智能投资公司达到一千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彭博社：阿布扎比正在推出一家名为 MGX 的科技投资公司。 以便在人工智能、啊、爱和半导体领域寻找交易机会。该公司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管理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资产，由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和 I 公司 G 四十二领导。MgX 将专注于三个主要领域：半导体和 I 核心技术与应用。穆巴达拉和 G 四十二的投资组合将保持不变。MgX 将通过阿布扎比政府的新资本进行最初的资金支持。 凯特的篡改照片引发了人们对让每个人都能轻松编辑图像的工具的担忧。安人几家新闻机构因为证据显示照片被篡改而撤下了一张编辑过的威尔士王妃凯瑟琳和他的家人的照片。这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数字编辑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及和易用的时代，照片到底是什么？使用它，从相机稳定技术到先进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图像滤镜和其他工具。 使用基本的消费级硬件创造出令人轻艳、高质量的图像，从未如此简单。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应用开发者越来越多地将这项技术推广为对创作者和日常用户有益的工具。核能和人工智能完美的结合。加拿大《环球邮报》：据 A Capital 的首席执行官大卫·莫里森表示，随着支持人工智能革命所需能源的需求增加。 加拿大有潜力成为出口清洁可靠的核能技术和油的全球领导者。莫里森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将对全球电网造成压力。核能，尤其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可以提供所需的可靠基础负荷能源来支持人工智能算法。 莫里森补充说，包括微软在内的国家和大型企业都在寻求 SMR 来满足人工智能行业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托利党捐助人表示，阿伯特让你想憎恨所有黑人女性。英国独立报：据称，弗兰克·赫斯特在过去一年里向保守党捐赠了一千万英镑，并表示这位长期担任工党议员的人应该被枪毙。穆迪表示，在医疗保健和制药领域。 大规模人工智能的影响将需要多年才能显现。雅虎据穆迪公司称，在医疗和制药领域，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需要多年才能完全体现出来。该评级机构表示，该行业已经对采用新技术持谨慎态度，而最近对联合健康集团的网络攻击只会增加谨慎程度。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数据可能导致错误的人工智能输出和决策。 这直接影响个人的健康，他补充道。穆迪预计到本十年末，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将获得人工智能的全部信用益处，但警告其他行业可能需要等待一五年。Navy Federal Credit Union 房贷评论二零二四，雅虎美国海军联邦信用社 （NFCU） 因其产品范围和客户服务而受到抵押贷款报告的赞扬。NFCU 提供利率保证。 即该贷款人将在同一贷款人竞争对手提供的更好的抵押贷款利率相匹配，或在客户与其他贷款人完成交易后向客户支付一千美元。他还提供特殊的自由锁定，如果借款人的贷款关闭前利率下降，可以降低利率高达零点五。NFCU 还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一系列贷款和资源，包括指南、提示和清单。NFCU 仅对会员开放。 包括现役和退伍军人、国防部人员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特朗普表示，即使 TikTok 是国家安全威胁，禁止其使用也将有助于 Facebook。美联社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认为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但他不想禁止该应用，因为他认为这将对 Facebook 有利。特朗普认为 Facebook 是人民的敌人。 因为他声称在2020年选举中输得不公平，而 Facebook 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剥离其退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的所有权。凯特的照片为什么这场争议可能只是个开始？英国独立报：一张看似经过编辑的威尔士王妃的照片的发布，引发了人们对编辑图片的普遍性和真实性的猜测。 这张照片被几家英国和国际图片机构召回。当一份被归因于凯特·米德尔顿的声明出现在推特上，为家庭照片造成的任何困惑道歉时，进步引发了混乱。尽管这份声明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如何被编辑的，但它暗示了编辑图片的普遍性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编辑照片变得更加容易。 像谷歌 p i 手机和三星相机上的功能，可以让用户无缝地混合和增强图像。Adobe 还在 Photoshop 引入了一种名为“生成填充”的工具，可以让用户在几秒钟内交换照片的部分。人工智能的崛起增加了人们对虚假图像对视觉媒体信任的潜在破坏的担忧。 科技公司正在开发工具来帮助检测和删除误导性图像，包括 Adobe 的内容凭证以及 OpenAI 和谷歌对隐形水印的探索。美联社批对照片编辑有严格的指导方针，只允许进行轻微调整，并要求经过修改的图像的传输，经过高级照片编辑的批准。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是一位熟悉的观察员。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热门新闻。 包括股市泡沫、未来唱市、人工智能等，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的一些深入分析。首先，关于股市泡沫的问题，虽然股市近期飙升，但分析师们认为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出现狂热或疯狂的迹象。一些指标显示，目前的牛市与上世纪九零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有所不同。泡沫的迹象包括收益在市场中更广泛的传播。 IPO 激增，投资者愿意押注风险更高的小公司。然而，当前牛市中缺乏 IPO 活动，这可能表明公司高管比投资者更加谨慎。因此，虽然我们要保持警惕，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泡沫迹象。接下来是关于 Reddit 上市的消息。Reddit 计划在上市时估值高达六十四亿美元，但这一计划引发了一些用户的担忧。有人担心上市会对该网站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Reddit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有着稳定的增长，并且在去年通过广告获得了八点零四亿美元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期待 Reddit 在上市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Coverian 公司正在利用聊天机器人技术开发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导航的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专注于开发能够在仓库和分销中心中拾取、移动和分类物品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技术。 通过分析大量的数字数据来学习技能，类似于聊天机器人和图像生成器。尽管该技术仍在开发中，但它为未来各种真实世界应用中的机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些其他新闻，比如关于凯特王妃的照片被篡改一事，引发了人们对编辑图片和真实性的猜测。随着技术的进步，编辑照片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引发了人们对虚假图像对视觉媒体信任的担忧。不过，科技公司正在努力开发工具来帮助检测和删除误导性图像，以确保图像的真实性。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些新闻的分析和观点。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 s i x h o u r l e c o m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